妹妹啊，你讲看卖啦，到底是我做了太超过，还是富美哦无咧讲道理啦？哎，万一哦，伊若坚持哦，无要文瑶回来哦，啊甚至哦对文瑶咧拍面相看，那咧文瑶是真委屈啦。你安尼就钻牛角尖啦，为歹素材去想啊。如果实在夫人不是一个鸡鸭同鸟多无多量的人啦，我一角度想，你找回来你甲回官的后生，对伊来讲，嘛是真大的打击咯。你嘛较公平，有淡薄时间去调整、去适应嘛。你讲了无唔对呢？啊，当初是哦，是我先做唔对代志，啊，怪因母仔囝陪我来承担错误，啊，即马我逼因安尼接受温柔。开始是我想超过啦，但是过去遐久啊，我想你出来人，买当了解啦。只是你唔那夫人的情绪爱顾，那囡仔的心情，你妈较注意的，卖让囡仔感觉讲，爸爸无亲像过去同款遐尔注重伊。囡仔的心哦，嘛是真敏感的呢。我来注意啦。多谢你哦，唔免谢多谢啦，莫嫌我教会就好啊。哎，金妹啊，我来向你有一个感觉啊，你敢那比我较要紧我的囡仔呢啊？阿秘书，你才是老家一家之主同款啊？无种代志啦。是我讲话哦，较无准则啦。你跟你讲算笑的啦，莫紧张啦啊！你们，好，吴明健，正面开会啊！等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等下，我先来哈。我从最近哦，因为找到温柔的代志，俺厝内人心内拢淡薄无爽快，尤其是你妈妈。爸爸敢唔当拜托你，这一个机会哦，我甲你妈妈开讲一下，啊，好好啊，甲开破一下。你讲一句，甲以后我讲几多啦句。爸，敢咪想要看会起我？妈是听话无唔对，啊！唔讲我讲的话，妈无一定会听呢。啊，无至少伊感觉欢喜，安尼嘛袂歹啊。家峰啊，爸爸妈咪甲你讲，温瑶回来，对咱这个家、对你，拢袂造成任何的威胁。你永远就是爸爸心目中上重要的大汉后生。安尼你听有无？我知了，爸，做你放心，妈的情绪我会顾好。顾明啊，加加搁十外天哦，温瑶就会回来啊。我想袂到，我安尼找几多十里的好心，即马直接要回来我身躯边啊！哦，我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。家你身体嘛爱顾。囝找到啊，袂走去啊！来，送我来啉者。啊，好。哎哎哎哎！好呀，我知过去哦，就要对不起你。不过请你相信，为官哦，这是我生命内面一个过客。啊！而且伊嘛早都无得咧啊！我真清楚，你才是会当陪我过一世人的人。我们请你答应我，一定来搞感情，咱安尼牵手做伙行，
一直行到咱老去的那一天，好不好？俺是我敬的，我当然会跟你做伙走完一世人，什么人都无法度破坏，对不？第六感跟我讲，你现在应该是在烦恼文雅的事情，对吧？哪有，妈都已经接受了，还有什么好烦恼的？你若真正无烦恼，你眼前那个文件会自我入去洗身躯，到今仔出来啊，拢在同一页。我真正无你想遐呀！我敢若知影，我是老家的大囝，有妈妈佮两个小妹这么支持我，永兴集团的继承人绝对是我。除非是我家己做的无好，若无像我因的才调，会当抽到这个位置。冲上！叮当啦！我这老公哦，最近这么无闲，压力足大诶，所以我被特意过去阿边住诶。麦叮当，安杰讲的遐个话，跟我造成你压力啦。伊要咱赶紧生一个宝宝。这样才会当赶紧转移妈的注意力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医生都检查过啊，讲一切拢无问题啊。哪会知影我要倒陪，也是一直拢无消无息。今麦什么年代啊？你到这个时阵，佫认为讲我生不出囡仔是你的问题？我这个是我这无才调的，无法度有你有心啦，也是我的生活受过压力啦。你已经有志涵遐尼大汉的后生啊呢，没哪有可能是你，一定是我啦。虽然妈出来底无讲，也唔敢安杰嘛替伊讲啊。妈一定做希望会当赶紧搁抱一个孙。妈已经有志涵这个孙啊，也唔过遐无同款啊。而且志涵为着我，甲厝内底人都开。早起甲美国读册呢，妈的心内无得卡对我这个心不足不满的。你哪里想啊？我这跟你无关系啊。伊就是认为我是一个外人啊，所以无想要跌出来再看到我。其实虽然出国读册是好的啊，会当拍开个眼界。啊，美国一边有亚杰甲东俊两个两阿婆甲照顾，啊，你嘛知影。亚杰做细汉就甲子涵相骂骂啊，免替伊烦恼啦。也毋过，那是子涵一直向你拜替我咧。伊只是无法度有一个新的妈妈出现，等因大汉了，伊就了解啊。那年你咧，人拢讲初恋总是上难忘的，在你的心目中。我是不是永远无法度取代志涵妈妈的位置？你哪尼戆啊？伊才我才二十岁尔，一人去美国读册，伤过寂寞啊！甲志涵妈妈发生感情，甲志涵生落来。啊，不过因为咱三过生了，这个感情就作为消失去啊。真正是嘞。你不是条讲讲一挂好听话来安慰我吗？来，我感觉你今仔日跟阿囡仔呐，足张的呢。我已经娶你啊，你是个我太太，安奈遐啰嗦。
也唔过于你的身份。当初你应该出来是名媛贵族，唔是我一个普通的护理师。我一直感觉我陪你不得过。你哪里想啊？我当然会安尼想啊。我就只是拄啊好，伫个你失眠的时阵照顾你，一直甲你好起来。你唔但照顾好我的目睭，还佫感动着我的心，所以我才这么爱你。小弟啊，我头毛骨头嘞，哪有紧？唔系啊，你先去酒窖拣一支啊，你爱啉的酒。啊，这段时间我先去找家头毛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金玉，红酒醒酒醒得差不多了哦，大姑都无好啉啊嘞。好啦，我是好。